2020是长耀杯国际公益篮球邀请赛，十月六号到十月二十号就在新庄体育馆和南山高中两地来同步开打，有七支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澳洲的国外队伍，赛事的张力跟精彩度是更胜于以往，欢迎大家前往来免费观看，一起为中华健儿来加油。2024长耀杯国际公益篮球邀请赛10月6号到10月20号在新庄体育馆及南山高中两地同步开打，赛事为期15天，总计95场次比赛，10月20号在新庄体育馆进行决赛。第11届长耀杯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公益的篮球比赛，它把日本、韩国、澳洲、美国七个国家的所有的最棒的球队找来跟我们新北市以及国内最棒的高中篮球队来做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高中篮球的一个比赛。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席赛事记者会表示，长耀杯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1届，今年总共邀请33支队伍参赛，有7支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澳洲的国外队伍，赛事张力及精彩度更胜以往，欢迎大家前往免费观看，一起为选手加油。那比赛已经在进行当中，那10月20号之前还没来新北的新庄体育馆或是到南山高中观赏篮球比赛的，赶快来。侯友宜市长除了感谢创办人长耀建筑机构董事长谢建国长期持续对基层篮球运动的付出，同时勉励所有参赛球员延续谢董事长办理公益篮球赛的初心，共同推展篮球运动，一起发掘更多新北篮球明日之星。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